我们在吃香的喝辣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。马上煮饺子了啊！我要你下饺子，马上就好。哇哦！来了。会自己吃吗？就拿着啊，你会吗？有手，你们多大？几岁了？四岁。对啊，四岁可以自己吃，拿着吃吧。试试看，你拿，手里手手拿，手手拿，耶，对。哪里不行？哇！啊，耶 ，high five，high five。拜拜，很好嘛，哎，耶，耶 ，man， 哦，你也会，你会不会喂宠物？老大吃完，老大吃，老大吃完，老二，老大吃，你说老二会，完事更瘦了，干了这碗肉馅儿。你也敢关心好好哇，我来煮一锅。我家环境没有那么好，地方没有那么大，但最起码能给大家一个休息的地方，然后能给大家吃一顿饱饭，在我们当时那个状态已经是很满足很奢侈的一个事情了。吃饱啦！啊，吃饱了。耶！耶 ！Victor， 放在那，放走动，走动，够得，够得到，够得到。嗯，好吃啊！来一口，特别爽，超级凉快，超级爽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碰一个。碰一个，碰一个，碰一个！感谢感谢，战友，战友。只能委屈一下，没事。堆就行，还好在下边是泡沫垫，不会凉。行行。我的妈呀！我刚看到了，你们在家里啊？啊哇！今天啊，一团乱呢。你怎么样？我现在挺好的，怎么一团乱呢？你咋回家了呢？是啊，这后来我们都钱都花了就回家了。看现在，钱花了了，你们都买什么了？600块钱都给我花了呀。你儿子给我买了两个胸罩，两个什么？两个胸罩，他说爸爸喜欢。真的假的？给我买了5条红内裤，50块钱一条，250块钱一个胸罩150，另外一个胸罩50。那胸罩咋的？胸罩你要留着给我穿呢。哎呀，我红色的我才不穿呢。拜拜吧，拜拜了。小酒馆没看到呢。哦，老婆，你说的对，你是不是以前说我去逛街就打折的时候，我会被坑的吗？我今天被坑惨了。所以你被坑了？我买了5个东西，各70块钱，而且那个人是说是给我打六折。最近一个是70，后来发现我买的70块钱的，别人40块钱就买了。那你就找他呀，315举报他，315消费者权益日啊，好吧？马上上去，我说我要退，完全不给我退。你看，你终于被坑了吧？爽不爽？一点都不爽。爽不爽？吃一堑知道走。我现在完全相信你了。坑你坑谁？真的是。妈咪，啱啱冇事，好勇敢噶，乖女。你同妈，你同妈妈讲。乖女，你同妈妈讲。妈妈喺你身边噶，乖女。你加油啊，知唔知啊？加油 ！Love you， 爱你，我爱你，很牛了，我爱你。
我爱你，恩恩。坚强一点，爸爸在。没事。Hello。喂。Hi， 宝贝。你们在哪里睡觉？我们在小九的家里。他是安。果果，今天我叫你把弟弟逗了。啊。你差一点不见了，弟弟。从去哪里爬过的呀？啊，我叫你看着弟弟，然后呢？他没有看弟弟吗？你可以抬起材料来吃好了。头先我有个佩佩啊。你唔见啊？我有个头佩。你真的唔见咗啊 ？Do you miss me, JT? I love you. I miss you. I love you too. 嗯啊。爸爸 ，I love you too.我没有睡了。OK。要吧。睡觉觉了，好吧。晚安。这是孩子里面最大的一个。那如果按十点半飞的话，那我们九点半早班机九点就得到，八点半得就得走出发。堵车的时候堵车就我这只有一小段堵，就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肯定到的。坐什么车？这就是问题了，所以还要打车，咱叫不了车。我们现在有多少钱？有，他有400多，600，但估计是如果按正常够了。但是我担心一点，你知道就是。后面班会不会这种节奏？如果这种节奏的话，他们的生物钟完全被破坏了。再好，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也得把控节奏，孩子的。See you.